因为它很好推，很好吸收。然后你在擦的过程当中啊，自己擦擦，像我刚刚这样擦，其实它就已经有很明显的。哇、啊、塞，我是不是在发光了？就是会有一点点保水度，保水度带出来。啊、天哪、啊，在发光哎、欸！对，这一瓶玫瑰精油乳液，它不是一般你想象得到那种玫瑰那种玫瑰花香。其实你真的去闻外面的玫瑰，哦、其实它是带有一点青草香香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哎、哦欸，他们的味道真的。很特别、啊，很清新，啊、然后这一款是青草哎，看到了稍微有一点点降温的季节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有保湿的需求。大家平常都顾脸，都没有在顾身体，对不对？开始呢，要有一点点干燥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需要一些保湿的成分在我们的肌肤上面。我自己会把它放在夏天的时候使用，还有像这样子的季节的时候使用，因为它的保湿度刚刚好。玫瑰精油它是适用于任何一种肌肤状态哦，这个要买耶。